松派，我猜。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超级巨星要来？是是是。因为大家拿的这个海报是谁？怎么那么帅？哎呀，不吉利的，不吉利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哎，我现在才看到，真的。宪哥，这是我的海报是吧？哇塞！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6月27号专辑就要发行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整个 pose 啊，这种感觉真的拍得很有那个质感。如果脸遮住就更好。像话，好高的，来好好介绍一下。小弟的唱片6月27号在全台湾各大超商及百货公司门口都捡得到，也希望大家呢，如果除此之外还可以公共电话亭上面呢，哎，有如同佛书一样，大家可以自动取阅，好吧？好了，但凭良心讲，我觉得这张够卑微吧，这样。可是凭良心讲，我觉得这张照片拍的还真是很有质感，对，真是不错。对了，对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，这个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好，谢谢。现在讲不好意思，刚自己在那边发海报发老半天的，发你好了，发。好，再次谢谢，支持一下我们。唱片业了，对了对，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 Yuki， 欢迎，哎，大家好。他也是从那个歌手转型很成功哎，拍了很多的偶像剧，对，就想要不要来演个跟我表白的戏？你是满足自己心里的需求吗？怎么叫人演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戏？哇，虽然有点委屈啊，你可以借视线看我也可以。你看这个戏演多了，还懂得借视线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欢迎，怎么那么安以轩小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。哎，女儿长大变漂亮，糟糕了，爸爸开始担心了。安以轩的安爸爸是很凶的哦，真的，他不准他太晚回家，几点回家？就是收工就回家。爸爸说可以交男朋友的吗？可以的吗？没有说，还是不行。爸爸，我劝你在宪哥面前最好永远说 no。哎，没礼貌，怎么可以叫安爸爸？岳父，我会好好照顾。不要乱叫，你这辈子叫过很多岳父。对呀，他可以当你女儿了嘞。哦，流汗流汗。哎，我介绍下一位了，真正收班。大牛界的大牛，你讲的什么叫大牛界的大牛？因为大牛界也只有他一个人啊！欢迎罗世峰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哎，这个直接就是唱一下了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唱新歌，我听起来怪怪的。孤单，哇，好好听哦。分手也叫孤单，随风飘。在遥远东心海内，茫茫找无岸。你的情缘嘛有感情线，怎样会来反背咱两人的手纸？哇，好醉哦，真是。查某人的心。哎呦。是到底想安怎？好听，好听。全部不惜阮痴情的心肝。哎呦，我要大卖大卖大卖！哇，还有，哎呦，真正是好听。礼拜天啊，听到我们鸡巴皮掉满地，蛮是精心设计的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我听过那么多歌啊，今天大牛又找到一首好歌了。对，真的很好听哎，好听的。以前那个什么茫茫告千金，跟他比起来，就跟一坨大便跟一坨黄金相比。喂喂喂！还好他这次没有再唱那些歌了。骂的也是在骂他。对不起，有哎，还是有收入哦。重新编曲这张《黄金与大便》的合集呢，我们先。喂，阿林卡扎贡哎，好，都很好听的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第四一位，欢迎林嘉怡小姐。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嘉怡，太厉害了，身材好好。刚刚从这个遥远的地方过来的，他从垦丁回来。对，今天早上还在沙滩上班。我觉得你应该起来走个台步之类的啊。就哎呦，好高哦！好了，不过听说嘉怡她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头衔，除了艺人之外，头衔什么？对，我现在在做眼镜精品店的公关顾问，所以我现在出席都会戴眼镜，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眼镜，好，对对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对，谢谢。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，艺人要有更多的副业。我之前有代理一个，是是。对，他为什么会找我代理呢？因为一般代理不是都找很帅的吗？对啊，他就想说找你干什么呢？对啊，他是糟蹋了这个品牌吗？对对，他没代理。所以他的标题就是说，丑的人也可以代理。怎么这样子？
不管如何了，总是增加知名度嘛啊！加加加加！哦，接下来这位是老板娘了，雷厉声见老板李叶婷小姐。哎呀！哦，厉害厉害！她现在开全国开几家店？讲出来大家听。没有啦，没有多少家，大概十家。哇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大概十家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失态了。没有看到人家开好多家都没有倒，我就觉得好开心。我餐厅也不过才22家而已。没有啦，你在炫耀什么啊？但倒了只剩2家，谁倒了？你还倒了？没诅咒哦，好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可是今天不是来宣传点，今天是来哎新书介绍一下，这本叫做什么？这本叫做《25岁开始的》。刚刚翻过有那种各种的，比如说你推荐的面膜啊，或者一些果汁啊，对，就是说让你怎么样永远保持25岁，懂得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内容非常精彩，没错，马上开始我们第一个单元，真的假不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奇人奇事大搜秘，请大家猜猜看，谁说的才是假的呢？哎呦，厉害了！咱们今天真的假不了，总共来了3位当中，有1位是假的，对，2位是真的。总共有2位是真的，到底哪一位是假的？一起把它嗲出来，好吗？好的。哎，赶快来欢迎咱们第一位，不得了了，出来就吓死你们！真的，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停电，否则人撞人，我们不负责。人撞人，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欢迎超害人的这位朋友李帝花，李帝花，欢迎李帝花，22岁，赖比瑞亚人。哇 ，Oh my goodness， what a beautiful girl， Oh my goodness， 身材也太好了吧 ，Oh my， 呜呼，Everybody like you. Yeah， 哎呀，你好热情。不是他的热情传染到我身上，尤其宪哥。热情算什么？他的幅度才恐怖。没错，你跟 Coco 都算不了什么了。相来告诉大家，真正的 A 字型是什么 ？Oh my goodness！ 哇，前凸后翘，哎，身材好好哦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To us in 会讲中文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Welcome to Taiwan。谢谢各位。他有一个特色，他从赖比瑞亚来，赖比瑞亚是在非洲的一个国家。各位，赖比瑞亚他们那边听说他就是各宗的代表，他是一个生食的主义者。生食啊？你的食物都吃生的吗？对，代表是生肉。生肉啊？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像一坨走动的食物，秀色可餐哦。我问，如果你不走，我会吃你。你尽管吃吧，尽管咬，他肚子的肉最肥。需不需要有盐巴还是什么的？还是就这样吃？吃原味。有的时候你可以加盐巴，别加盐巴。他在教我们怎么调理。陈琳，他是讲真的耶，他是讲真的。今天如果你骗我们，你要现场就要来吃生的哦。没问题，当然啦。哇。要求要求，传统市场买肉，不是到市场里面去买肉吗？他竟然现场试吃，真的？可是你不怕会不卫生吗？鱼就算了，是牛哎。我要吃炸，要是肉很新鲜啊，才能买啊。所以他应该也很会看肉的新不新鲜。对，而且上次那个传统市场，他有没有吃完？这个死了很久。那你是不是你在你的家乡就直接这样吃的？在赖比瑞亚。在赖比瑞亚。你们村子里面都这样吃吗？只有我们家特别的是从小就吃生肉。你在哪里学你的中文呢？在师大国语中心。他学得很好。要学中文最好的办法就是交一个帅一点的台湾男朋友。你有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对，有些跟你在一起几天，但就从此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再也没有找到他过。对，有冰箱里面找到他的骨架。哎，他骨架怎么少了一半了？哦，在这里在熬汤。我觉得在台湾要学好中文，多看宪哥的节目。哎呀，这掌声鼓励。
爱的女生来了。很会说话。哎，今天来到摄影棚里面，在后台啊，所有人都跟着她。哎呀，好漂亮女生啊，怎么？身材也很好。然后身材又好，今年才 22 years old。Yes, very young. Oh, so young. What a beautiful and a young girl. 吃牛肉，吃生肉可以直接增强免疫力，还有可以直接吸收养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因为我有听过，像蔬菜水果就不能煮得太熟，因为什么维他命 C 啊、维他命 A 都流失。那能不能知道你吃过哪一些生肉？我吃过猪肉啊，猪生吃啊，蛇，蛇死死孽客，猴子，猴子啊，猴子不是普通的，没有，猴子在他们家乡直接就拎了过来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猴子过来过来，啊，还有狐狸，还有狐狸。狐狸也是吗？你去哪找狐狸呀？我自己打的。自己打的。打猎哦。吃的。可是一个 hunter 有没有？你打了之后，你会直接这样把皮扒开来了？对。那有吃过大象吗？没有，没有吃过大象。有没有什么大象？因为大象的皮太硬，所以我不能吃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最想吃的生肉？对。然后还没吃到。最想吃。很认真的在考虑耶。老虎。哇，好梦幻啊。那你有听过有人吃人肉的？对对对，有听过。我们那里有一个村子，他们叫 Gio， 他们也对，很早就开始吃人肉。那他们吃的人肉是吃那个货源是从哪来？对对对，我就是要问。货源是从观光客吗？还是有经过登山的？是哪些人呢？没有，是那些一些那个祖先啊，如果他老的话死了，他们把他全部的人都吃掉。可能是一种纪念吧，这也是一种文化。对呀，对，哇。要不要问一下来宾有什么问题？来 ，Yuki 有什么话想要问一下？表情很凝重。他脸转过去，屁股已经快顶到我了，好尴尬啊！你不能坐电梯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害得搞不好后面每一个都有。那你吃那个生肉，生肉不是通常不干净会有细菌？那你怎么知道干不干净？如果因为那里啊，我们吃的是新鲜，爸爸去打猎啊，把一定很干净啊，所以不用去看医生说这个肉有没有干净。你觉得好吃就吃。你吃不吃那种冷冻的？要看我饿不饿的关系。哇！我看他饿不饿。你如果太饿了，会不会饥不择食啊？你现在饱了没啊？等一下，饿你才吃冰冻的还是？Yes, I'm hungry. 好危险哦！还好我本身没什么肉。好嘞。所以你饿了才吃冰冻的肉。牛肉我们有生吃过嘛？嗯。那猪肉一般都是要煮熟才能吃啊。猪肉。猪的耳朵生的比较好吃。哦。猪行家哎。猪的耳朵生的比较好吃啊。哇。猪肉有分黑猪、白猪，那你分得出来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只要是白猪，好像听说会比较有一点那个细菌，是不是？腥味不会啊，它的腥味对它来讲就是香味。那你会不会吃狗狗？我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哦，是肉。哦，还好没有带我们家的狗来，要不然怎么消失在摄影棚？我也不知道。看他，爸，我不会吃你的狗。然后他的嘴角还有一根狗毛在，宪哥要录影呢。好，立地花小姐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哦。来来来，旁边 take the rest of here，thank you。一号立地花是一位喜欢吃生肉的人，而且各种肉类都喜爱，你相信吗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地下钱庄？照理讲是一个违法的事业，但是今天竟然来了全台湾最大的地下钱庄的庄主来了，一起来欢迎张义明先生。欢迎啊，张义明51岁，苗栗人。张义明先生看起来好不像地下钱庄的庄主，没羡慕的感觉，是做法真的是哦。今天节目有鬼，刚来了一个吃人肉，现在来一个吸人血的。张义明先生他竟然是收藏地下钱币。真的是地下，对，那这个是属于阴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收藏？不会啊，可是你整个看起来很阳光哎，
对啊，因为今天只分三大类嘛，今天有拜神明的啊，那钱我是很喜欢的、啊，但是怕他说，往生以后没有钱呐、啊，所以说跟他换一些这些东西来。这个人好会未雨绸缪、哦，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在为，对对对，在存钱。各位，但这个恐怖了，我刚以为他乱哈啦，但是他竟然说啊，收集金子银子有800种之多。对，本来是拿来烧的，你却把它收起来。最贵的一张多少钱？你猜？该不会是新台币200,000元整？真的假的？因为那是世界最大张的一个发财金，真的价值200,000。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纸钱有那么多种类耶。对啊，不然一般也不会去注意这些。对啊，因为在烧的时候哭都来不及了，你还研究？这一张比较漂亮，我收起来。你烧比较烂的，给你来看看。你怎么没有想到说你结婚的时候也有烧啊？有吗？结婚有啊，烧那是拜地公的，也是有烧。地公金跟那个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他其实应该是讲说，不是说只是给灵界的朋友，可能有时候拜神啊，神都有，对，所有的。哎，如果你们觉得这是已经少坏的话，我告诉你们好不好？他竟然拥有全台湾最多的纸印模，纸的印模最贵的一块，纸印模一块500,000。你怎么花这些？2,000多块，500,000只是其中一块而已。所以你就是那个冥界的银行的总裁，所以就地下钱庄的庄主。还好啦。对啊，有没有有那个灵界的朋友来找你要钱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有没有遇过灵异事件？比如说你收集这么多，突然有人来偷东西，那一打开门一看，只有一只手在拿，其他没有看到。灵界的没有了，但是有真人来偷，真人来偷，真的知道那个值钱。不是，他以为说哈纸里面有东西啦，那是掩饰。结果他偷了以后，他又后悔，又放在我家门口。当然，小偷就偷到那个冥纸，一定会觉得心里毛毛的。对对对，这个你家里老婆小孩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怪，觉得不太好啊？确定，因为打工公公是笑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因为金价其实大家拢安尼讲，我嘛是安尼认为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把它放在台中那个仓库，现在都不用放在家里。什么路可以跟我们清楚一点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住址或者号码，我们比较方便。这里有啊。你听看电视。幽默的嘛你。幽默哎。这里有那是2204黑卡，哦，九，我的嘟，啊，我拢看空上面才袂涨呢。还有防御专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是 SARS 吗？啊、那防御，对对对，防是房间防，御是欲望的御，防御专线。还想硬嘴，这个都要拿来用。这样讲会不会大家都知道我下班都在看什么？完全知道、啊，一个讲大家都知道。大牛，我们的行踪被人家知道了。你干嘛把人家拖下水？有一件很玄的事，这么玄啊！曾经有神托梦给别人去找他要钱的趣事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那是一个彰化的一个，是神还是妖怪呢？这样弄清楚。他是说观世音托梦给他，他说给他，我家里有一种纸钱哈。托梦给他，有没有在梦中遗留下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满身伤痕到我家来，完，阿雅讲真的很突出了，我不理他。观世音的事嘛，对不对？讲给我们两个听。观世音就是说托梦给他，他说我家里有一个纸钱，可以治好他的病。那结果他满身伤痕，骑摩托车到我家。那结果说。他为什么会满身伤痕？谁骑摩托车？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观世音骑摩托车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他的一个彰化的朋友。对，但我那个人我也不认识。哦，你不认识的一个彰化。对对 对, 對。不要当作他存在。对，后来我就是箱子打开，他说啊，就是这一张。对啊，结果就是说我要送给他，他不要。他隔天再来，拿了一个礼盒跟我换那一张纸钱。拿了一个礼盒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也是菩萨心肠啊。哎，没有啦，能够帮别人。那后来那个人好了吗？就没有联络了，因为我好奇。对啦，所以他这个收藏真特别。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你只有收集台湾的吗？还是譬如说什么大陆啊，你也会去买啊？没有，完全是台湾的。啊，全部都在台湾，台湾就有几百种，就是从清代到现在都有。清代哦，你到底你收的是什么？就是纪念尔嘛，对不？那是一个艺术品。哦，那算艺术品啊！对啊，因为艺术品，人间的文化拢底下啊。对了，对。哎，那婷婷有没有什么要问？没，因为
为对名字比较没有研究啊，然后而且可能是我是信基督教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从来很少碰到。我们有圣母玛利亚的金子啊，见鬼了，那么特别、既然这样，我来处理。我的大哥啊，我才知道我们有同好，你有没有印实验文的？没有实验文的，但是有那个的什么的，哪一个？你干爷爷。啊、美女的、啊，真的吗？你有的话，今天这样拿出来给大家看。美女的美女图，你以后给我那个宪哥走了，我烧给他。二号张艺宁是一位名纸搜集狂，他可以说是地下钱庄的庄主，你相信吗？这位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堪称咱们台湾第一纹身豪放女。豪放女不是他的个性，豪放女是指说纹身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一个家常便饭。听说他纹的这个是衣服都挡不住的。哇，厉害！他纹的等于是有16个刺青呐、是真的还假的呢？人已经来到我们三这个现场了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谢秋月。欢迎欢迎谢秋月，37岁，彰化。你相信吗？他身上有16个 tattoo 哎。没错，全身上下是头皮最痛。对，头皮。头皮？你刺过头皮吗？有。你哈拉我了吗？刺过头皮呀、厉害，他纹的等于是有16个刺青呐、是真的还假的呢？人已经来到我们三这个现场了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谢秋月。欢迎欢迎谢秋月三。全身包得紧紧的哦。那么你相信吗？他身上有16个 tattoo 哎。没错，那么听说最贵的一个收藏是清朝的一个美女图。哦，下一张。有这个东西吗？你信不信？接得起这一张，全身16个刺青，哈拉的吧？真的。你的眉毛是真的假的？眉毛真的啊。眉毛真的。听说他是享誉日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曾经得过那个刺青大赛的冠军，是不是？有3个作品得奖的，台湾首届刺青大赛有3项的第一名。那刺青比赛是以什么来判定那个？以他的工跟整体的设计，对，各方面。是在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？全身上下都有。全身上下，刺头皮最痛。对，你头皮，头皮也有。你刺过头皮吗？有。你哈拉我了吗？真的刺过头皮呀、头皮。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：头皮刺了青之后，头发会不会长出来？会啊，会长。还是会长。对，都还会长。那你刺的时候要剃光？对呀、当然要剃光。哇，这好费劲。刺青好久不敢回家，街头邻街坊邻居看到眼嘴吃惊。那个眼嘴哦，眼嘴吃惊，眼角，然后议论纷纷。哎，跟你说，这刺青三姑六婆，然后面露恐惧，同时用鄙视的眼光指指点点。我们干嘛要找你？好累啊！不是，让观众看才有画面嘛。厉害厉害。那么，摄影公司愿意帮他出摄影写真集。对，被那个摄影公司一个老板，那个摄影师看上，对，他就帮我拍写真。哇！最喜欢的作品是老公的脸刺在手背上。哦，这真的很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刺的像不像？像。像。对。哦，啊，你老公经常受到惊吓，对不对？这个脸青顺顺，因为刺青是青的。厉害厉害，刺黑白的，刺黑白的噻。有没有问题想发问？这个大家猜一猜了。为什么喜欢刺这么多刺青在身上？享受那种痛的感觉？是有被逼吗？还是没有自己喜欢？自己喜欢。自己喜刺青会刺上瘾，是真的，就跟减肥一样。他这个也是真的，你看现在后悔了吗？一点都没有后悔，你哪一个听过我说？好好笑，洗一次澡就退一次色。你怎么样？你身材5分了、你。你见鬼了，跟刺青什么关系？我会问你最大的刺多刺到多大，最小的图案刺到多小？最大的，可不可以稍微比一下？有刺过很大，刺的超出身体的吗？像整个背或者是什么？那是最大的，超过30公分。这么大？
三号谢秋月是一位刺青豪放女，而且全身共有16个刺青，你相信吗？给你们10秒钟，一起来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到底哪一位才是假的。计时开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大家赶快来猜猜看，谁说的才是假的呢？哎哎呀呀 ，Don't touch my girlfriend。好的，各位 ，Yuki， 你选择哪一位？三号是假的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前面两个的内容跟 details 都还蛮全，很清楚。对，很清楚。然后觉得三号是比较不清楚，然后他感觉让我，对他让我感觉无法列出他身上有哪一次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是。哎，如果刺到16地方，至少脖子也会刺。对，我刚刚就有在注意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有时候假假真真，真真假假。我也觉得三号，为什么呢？你也觉得三号？就觉得他整个感觉就不像是一个会很喜欢把 tattoo 刺在身上的东西。哎，对呀、啊。人不可貌相，对，还水不可斗量，就觉得不像嘛。大牛先生，对，一号生吃，不可能，是吗？对啊。那东西常常生吃的，吃出来会生病的，屁股会翘是真的哦，会翘是他们的遗传，哦，对啊，搞不好是吃生肉。那如果吃生肉屁股会翘，那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就开始吃。我马上开始吃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真的好好知道啊，所以真的知道要是吃生肉屁股会翘，所以现在不吃。如果你们记得一定会吃。还在狡辩，他好有信心哦。不是的，你还在狡辩。哎，你讲的好像你包青天，你牌子要丢出来推出去宰。真正的包大人就是他哦。像话吗？包大人是我大哥啊，我大伯父才是包大人，因为他尿失禁很久。喂，开始，嘉怡，我选三号。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说他脚上也有，但是我一直很仔细、很努力的看他的那个脚，除非他是在脚底板。多痒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到就觉得怪。而且我因为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她身上刺了30只蜘蛛，然后她是连手的这个侧边都有。哎呦，所以我觉得从哪里刺到哪里啊？她有刺在我看过她大概有8只，她光手上就快10只。真的吗？大就是那种大有这么大只，又很小，甚至还有这个。把它刺在肝脏上面的，没有这种东西，还要开刀才能刺哦。30只嘛，见鬼了，都听听你。一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他屁股垫棉花了。不是，我想他可能会吃生肉，可是他可能，我觉得吃猴子不太可能吧，吃狐狸也蛮可怕的。对，是吗？那他可能吃牛肉啊、猪肉，我觉得这还蛮普通，但是。那个他说的后面比较夸张，所以我觉得马肉生吃我就生吃。对呀、啊，日本人都吃马的沙西米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是真的吃很多很奇怪的肉。来宾猜测的结果，大家都觉得一号跟三号非常可疑，答案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赶紧回棚内看一看吧。到底哪一位才是假的呢？给他们792秒，倒数计时开始。791。590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请揭晓，一号。你太会说话了 ，Great actor， 就是演员。我跟你讲，应该先给莉莉花小姐来这个掌声鼓励一下。Put your hand together。可是他真的让很多人信以为真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会来我们节目当中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报名比基尼泳装美女。哎呦，好可惜，没看到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下一次他应该就是关主了，先留住，有没有侧面你挺出来？台湾还有？没有人比得过。可不可以这样好了，让他走个台步，好不好？Sure。虽然他是假的。走下。Wait, for a moment. Come some.Abner Music Go， 这个来自赖比瑞亚的小丑。哦天哪！为了我们的节目，哦，好有自信哦，好酷哦，很有自信，有没有？对呀，对呀，很有
自信这样。谢谢喽，等待一下，这位是我大哥，来来来，哇，地下钱庄大哥，来，哇，大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来老师走个台步 ，Come some arm and music， 哟，大哥好惊慌失措，好可爱呀，好，徐弟啊。搞错了，这个大哥真的很轻松自在。不过你这个收藏是真的怪了一点，很特别，很想看呢。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？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那我有开班授徒呢，还开班授徒？对啊，太厉害了！七月份快到了，厉害，你生意会更好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他这个答案的陛下，请看。有全台最大地下钱庄的庄主。全国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张一鸣。住在福禄寿的故乡竹南中港，我的兴趣就是收藏金银纸跟研究。那我手中的金银纸有800多种，那我现在一一跟各位介绍。你知道纸钱一共分为三大类，分别是金纸、银纸跟纸钱。金纸是专门烧给神明用的，而银纸是烧给好兄弟用的。至于纸钱，就是法师用来施法祈福用的。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纸钱当中，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我现在拿的这是美钞哦，美钞就是给往生者，他也希望说，他可以去美国走一走，到国外就必须要用美钞。这一本看起来是笔记本，实际上这是民国25年啊，那时候日本人就是要消灭唐文化，不让你烧金。那遇到要烧纸钱的时候，就用笔记本裱上锡箔，代替纸钱在使用。我现在手中拿的是纸钱的替身，它是替代人受灾受难用的。张一鸣先生说，他更珍藏的宝物就是眼前这6处平安钱，它是专门用来保佑6处平安的，是不是相当的罕见呢？除此之外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朝的太岁钱，它是专门用来安太岁用的。在10年前，市价一张可要12000块钱呢，是不是相当的贵，而且不可思议呢？这一张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成的。这一张是世界最大的发财金，它的长度是3尺乘以5尺，很多人都出价20万要给我买，我舍不得割爱，希望放在家里发大财。除了搜集纸钱之外，张先生还搜集了全台最多2000多块纸钱的硬模哟。而眼前这块硬模具，据说价值50万，是专门给往生者覆盖的。而硬模上大大小小的生活器具，据说可以替往生者在阴间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哟。张一鸣先生开玩笑地说，如果金银纸像人间的真钱一样好用的话，他可能就要发大财了。为了证明他所言不假，张先生立刻搬出自制的染料还有板模跟纸，就这样印了起来。而这张印有福禄寿的寿金，据说有人开价1000块钱要跟他买呢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我20年的收藏。那一般纸钱给人家印象就是跟死人有关系的，实际上它是老祖宗的生活智慧，一张纸钱一个故事，那甚至可以好多个故事，纸薄情长，人间文化尽在其中。希望各位有空与我交流哦。哎呦，好可爱啊！真的，有空替我交流。厉害厉害！哎，张大师，刚刚跟不讲，我们还真的现在敬佩之心呐、油然升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听说那个张先生在7月到9月的时候，在彰化的文化局有一系列有关于他收集的这个作品的展出，到时候一定很多人去看啊。对，在。彰化县文化局的县史馆展出3个月，讲话好温柔，欢迎来跟我交流哦。对哦，加油啊，小叮当，加油！要发财的钱我就丢啊！发财金哦，一张遐大张啊！是啊是啊。再次谢谢我们张大师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平凡外表下的他，究竟真正的面貌如何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我看到3号了，他是同一个人吗？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谢秋月小姐她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欢迎谢秋月。欢迎，不敢相信哎，所以她那个真的是假发。哇塞！哇，最火辣的性感宝贝，就连人妖也难挡她的魅力哦。我就是看人妖秀啊，然后就是她就一直盯着我。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啊，他就一直跟我聊天啊，就问你哪里来的、什么名字啊之类的。然后在回台湾的前一天，他就说，
我想要就是跟你在一起，我想恢复男儿身这样子。你爸爸没有昏倒？差点吧。最清纯，超火辣，性感宝贝们即将来袭。平凡外表下的他，究竟真正的面貌如何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我看到三号了，他是同一个人吗？天哪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谢秋月小姐，她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欢迎谢秋月。欢迎！不敢相信哎，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假发，好酷哦！旁边真的是蝙蝠哎，对，蝙蝠，它这个蝙蝠刺的，先转边，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蝙蝠。哎呦，啊，再来是身上这些，哎呦，啊，你老公的照片在这里，来看一下你老公长什么样子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哦，是，哦，你老公长这样，在现场啊，哎哎哎，啊，港姐的人了，阿公弟啊，他们都挥手起来讲了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但是你看这个真的栩栩如生哎，你能不能转过来？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底下达摩底下这一坨呢？佛，一个佛字比较草。哦，佛字哦，草书的佛字。那你得奖的是哪一个图案去得奖？这个是传统小品，它那欧美彩色大灯彩色小品。啊，哎呦，你、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竟然把这个刺在腿上，还有米奇帽子。迪士尼这些，那你家小孩有看着这个，然后觉得很欢乐吗？他们也蛮喜欢的。还有这一边这个是什么？美女图。美女图。哇，好性感啊！因为它在腿上有那种力与美的结合。对，它就是有那个应用词。刚好你的肢体，他的肢体是这样，你的脚，然后这边转弯，都是你老公刺的，对，都是我老公真正帮我刺。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在里面，你应该还会继续再刺下去吧？会。如果有一天你老公他要求你脸上也刺，你会吗？脸上哦，以后说不定有可能，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国外有一个判例出来了，有一个人很喜欢纹身，他纹，后来啊。法官判决他可以离婚，他老婆跟他离婚。他脸上纹一个什么？他纹一个骷髅头，所以他整个脸就是骷髅头。有没有这件事？有没有？有。结果他老婆那法官就每天晚上醒过来吓一跳。对，大哥，哎，贵呀！他老婆就觉得这已经不是他当初结婚的那个人。他已经过了一年了，还转过来，那鬼啊，只是语气软念啊，鬼。吓昏了，因为太久了，而且还有 VCR。好，今天咱们就看一下他们家的 VCR 吧。请看，来，台湾第一刺青豪放女，出生在彰化乡下的秋月是父母唯一的掌上明珠。不过，当摩羯座的她遇上了射手座的阿勇，可以说是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也因为阿勇特殊的纹身工作，让秋月从此展开了不同的生活体验。瞧她纹身前后的模样，是不是判若两人呢？现在秋月身上总共有16个刺青，这些图腾可都是小她4岁的丈夫阿勇亲手为她纹的哦。而每一件作品对阿勇来说，真真都是秋月对他爱的证明。而秋月身上16件作品当中，其中有3件曾在2002年高雄所举办的第一届台湾纹身大赛中获得过金牌大奖，而这项殊荣让她的名气响彻日本。由于身上的作品都是阿勇的心血结晶，所以他更珍惜自己的每一寸肌肤不受任何伤害。而眼前秋月身上的作品，就是他在刺青大赛中获得金牌大奖的作品哦。据说今年2月间，秋月走在新竹的街头，他独特的模样让专业摄影师忍不住为他拍摄了一系列的摄影作品。瞧这些照片，是不是隐约地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味道跟另类的美感呢？而她就是台湾第一刺青豪放女谢秋月。这个 VCR 拍得好哎，有没有？最后还有 ending， 两个人然后骑摩托车载走。所以其实真的突然间会觉得说，哎，关心是不是会骑摩托车啊？你还在绕这个话题打转，你心里真的很 care 这件事哈。对呀。我也关世英回来了。他骑的时候太快，不知道会不会脱钩嘞。可是这个应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爱的见证。对呀，相当不错。今天再次感谢我们谢秋月还有她老公来到我们现场，再次谢谢他们。谢谢。好，马上进入咱们下一单元，做的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